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听你啪啦》。怀孕发胖是大多数准妈妈都很头疼的事情，但娱乐圈的女明星们很明显并不在此列。11月11号网上曝光了一组准妈妈唐嫣的最新写真大片，久未露面的一直安心养胎的唐嫣随后也更新微博表示，这是一次惬意自在的拍摄，这也是唐嫣公布怀孕后拍摄的首组封面大片。为了迁就准妈妈，造型师为唐嫣选择了各种款式的时髦大衣，每一套都把孕肚遮挡得严严实实，丝毫看不出孕相。而且唐嫣四肢仍然十分纤细，一双长腿十分吸睛，孕期的身材管理也是绝了。看来为了赚奶粉钱，唐嫣也是很拼了。而相比鲜少露面的唐嫣，罗晋则是经常被网友偶遇。最近网友还偶遇罗晋一个人逛女包店，似乎是为了老婆挑选礼物。此外，根据爆料，罗晋已经暂停了几乎所有工作，安心在家照顾唐嫣，也是非常负责任的好丈夫了。这么有爱的一家，期待唐嫣早日美美的回归。